概发了几成的力？九成五。九成五吧。第一枪嘛，第一枪。这次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参加，所以说自己的心态上其实也有点变化。该紧张还是紧张？看对手的成绩了吗？他们放水了，放得很开心感觉。来这儿以后自己怎么给自己这个心理放松的？放松不了，第一天最放松，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紧张。你们晚会真的很放松。你说想要是不可能的。东京奥运会因为梦想吗？梦想了，对不对？虽然说世界冠军，梦想还是奥运。